欢迎收看本周的 FGO 占星室，我是为各位车手指引迷津的老司机，准备好要上车了吗？上周末连续两天北中南三地同时开打，来自全台的跑跑好手抢夺晋级资格，北区正规赛冠军狗干到此一游，中区正规赛冠军 Game Kings 请手下留情，南区正规赛冠军 Eagle Club 南部人 2.0。 本周末12支队伍即将在台中碰头进行第二轮的资格赛，结果究竟如何？我们本周要透过解答之书来寻求答案，听说只要翻到这本书就可以找到答案呢，来让我们看看本周比赛结果如何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看来这个结果相当耐人寻味呢。想知道第二轮资格赛的结果如何吗？请锁定 FGO 官方粉丝专业转播就对了。更多消息请持续追踪 FGO 官方网站。另外，我们还有脸书粉丝专业跟官方 Instagram， 还不赶快追起来 ！FGO 占星室期待与你再度相会。